刚那个录音。就我现在打课的，然后它会出现那个 channel， 然后就是把 channel 复制过来，然后就打上你要打的讯息，然后按送出。对，然后它就会出现在这一边，然后就是还因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，然后就是还有我们还写了一个就是讲电话的动作，那可能就是目前就是他我们还会把它签在那个就是那个手机上面，然后还有就是就是使用者说话内容就是可以传出去，但是因为我那个网页上还没有写好，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接收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组名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期末专题，然后我们这个叫 INORZ， 然后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专题嘛，然后就是它的功能就是我刚刚讲说，就是希望可以外就是内外部可以互相传输，然后还有就是。动作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还有，就是目前是只有就是手部的动作而已，然后回传部分是写了一半，然后就目前在开发，就是希望可以就是两边就是都可以完成，然后动作的话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加一个就是边走路边讲话的动作，对，就是希望可以再加上脚步的动作，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可以让就是。接受到外部讯息的时候，可以让手机发亮，就是让它有一点外观上的不同这样。然后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一组遇到的困难。然后因为其实是，就我们一开始的研究方向其实是有错误，就我们这次专题题目其实要做这个。我们最初是希望可以就是写就是一块板，就是有点像荧幕，然后就可以像就让那个外部的网页可以嵌入进去。然后那时候最初是想要写就是让 block 不铺浪可以嵌进去，然后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就是直接看铺浪，然后就因为有时候就是会想说，就是你在里面有时候就是会照相什么。然后就希望可以马上直接发布，然后对，因为就是现在铺浪还蛮流行的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是希望做这样，但是因为我们基础上有点没学好，就是网页的部分，然后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有点做不出来，然后后来就是我在 Dream Charter 这个地方，然后就看到有人有做出来了，然后后来我去那个请教那个。本身的制作者，然后他跟我说，这是 Viewer Two 才会有的功能。对，他跟我说这是 Viewer Two 才有功能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，怎么会是 Viewer Two 才有？就是这不是用那个语言写出来的吗？对，然后就他跟我说，就是 Viewer Two， 你只要选材质，然后在 Media 那边加一个 Plus， 然后再把网页填上去。然后就做出来了，所以就我们第一个专题就死掉了，就死在这边这样子。所以想说教这个有点奇怪，对，所以我们才就临时改了。然后再来困难就是主要是在那个 Lab 3，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说用 Java 写，所以就是最贴近我们学过的语言。然后想说我应该没有问题，结果就是在一开始他这部分就已经看不懂了，然后就是想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解决，就连 run 都没有办法 run， 所以就想说那就换直接写网页好了。然后问题是我们就更没有 web 的基础，就我们现在才正在，就我们今年才在学啦，
等于是我们大概期中考了那一段时间，就是才刚送完假单，所以等于那个时候就才会假单。就虽然不是很难的东西，但是就没有学，就那时候就完全没有想到还有假单问题。然后就是学了以后就，就开始嘛，就马上开始下，然后下了以后就我后部碰到 PHP 的问题，我又没学过 PHP， 然后看半天也看不懂，对啊，就花了一个晚上在网上拼命查资料什么的，然后而且它有一些是就是里面有一段是内建的吧，对，然后本来想说看能不能改那个，就是因为它是纸层，它粘在一起，大家看起来有点讨厌，然后想说看能不能加点纸什么。结果只要一加，网页整个挂掉。对，然后所以就好像也不太能改什么的。然后像是方法那边，因为第一次接触，所以其实不太熟。然后他什么，原本那天是 get 嘛，结果另外一秒也是 post， 然后就找半天找不到，就觉得地名就写对了。对啊，就是会有一些盲点之类的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困难，就是因为我是用速网，然后速度非常的慢。然后就是做物件啊，就拖东西出来就累个，然后我连存一个脚本，他也给我累个，然后有时候根本就不跑，他们就直接宕掉。然后像最严重是传输，就每次传送到一个地点，传就是还没传完，但是才传了三分之一，然后就宕掉了。然后就等到我再重开，然后就可能跑到地底下，或跑到水。台中央之类的，而且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解决的办法，后来因为就是我们有加细小组，就是有实验室，然后可能因为里面都怪 Win7， 然后 Win7 又不能，就好像 SL 不能跑，好像要另外就是另外弄什么东西才能灌，然后所以我变成是在就是远端到实验室的 Win7， 然后再开虚拟机。然后在里面上 SL， 然后传输完以后再回自己的电脑继续使用，就觉得我弄个游戏怎么搞那么累的。然后感想的话，主要就是我觉得可以再用网络吧，因为就是这堂课其实就是很自己缺乏很多基础，然后就要拼命的就是找资料，那就是除了。就是官方的 wiki 之外，就还发现还有另外一个 wiki， 然后就是内容，就是它除了原本的一些东西，它还会自己，就是还有另外一些，就是不太一样的内容，对，然后就是可以互相加，就是加成用这样子。然后还有就是我后来就是在那个 Dream Trust， 就找到 Dream Trust 的这个网页，然后还有他们地方，然后我去看他们地方看，然后就是他们展示了还蛮多的物件。就是他们做的东西，然后就都还蛮有趣的，然后就可以当一些参考的内容。然后还有就是还有碰到还蛮多热心的玩家，就是在 OPA 拍的。然后就是他那时候他跟就是其中一个玩家跟我说，我们两个是门口里面唯二会回应他们，就跟他们打招呼的人。对。然后就说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胃口人好像都不太爱讲话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其实就是一开始其实也没有特别跟他们攀谈，就是聊个就是打个招呼聊个天什么。然后其实他们还蛮热情，就问说在干嘛，然后就是帮你测试东西啊，或者是你刚刚讲一下你遇到什么困难，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，但是他们可以给你一些答案的方向。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时候会，其实有一些游戏里面的小技巧嘛，就因为我们刚碰不太熟，那他们其实都已经玩很久了，所以他们就会知道一些比较多的技巧。那像刚刚那个，就是我们第一个失败的专题，就是我是问那个像罐子的那个人，对，那个第一个那个网页是他，就是他做出来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问他，对。然后就对啊，就是也会碰到一些奇怪的问我说什么你们在玩 S， 对，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可以多跟里面的人聊天吧，就可以得到一场比较好的收获。对，然后就我们班级就到此结束，谢谢。